2:54啊，社长啦，昨天中奖，今天想开心一下，到了100块的红宝茶，红宝石各地100块，一壶茶一根瓜子啊，明天还有皮蛋瘦肉粥吃，这地方可以来。这家歌厅100块做出来了，看没有，客满，大概1半以上人啊，1半，这边200多个位置，1半也有100多个人啊，1半也有100多个人，等于这家歌厅做得不错了。今天呢，继续中奖，80%以上。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社长以前最喜欢跳舞的。往事只能回味，百合唱的。